带大家来去新竹行行咧。上个重要个是要带大家来去做啥？做这个酸菜。其实呢，客家人有很多好吃的这个哦，饮食的物件，有那个欧式的萝卜干啦，迄种就成年的啦哈。啊，各位这个泡菜啦，其实呢，伊拢是新鲜的蔬菜，然后给拍打啊，用盐给糯哈。反正这个客家的酸菜或是福菜、泡菜这些，其实我觉得入菜都好好吃哦，煮汤也好吃，就很帮助消化，真的。而且我去做那个菜，我可以运动一下。我那时候应该要唱什么？酸菜对不起，我是真爱你。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做这个酸菜喽。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啊，这个新年刚过后，每餐大鱼大肉是一定有的啦。想必有许多人现在只想吃一些清爽开胃的好料理。嘿嘿，今天米鸿姐啊，要带大家去找寻的酸菜，就是可以让你醒酒去腻、帮助消化的好食材哦。而且今天介绍的这间啊，在种植时啊，农园里都不使用除草剂。在腌制时呢，除了盐之外，也是什么多余的添加物都没加，所以健康有保障啦！快快快，赶快跟着美凤姐一起去瞧瞧这超神奇的芥菜是如何变成美味的盘中餐吧！哈哈哈，这大长的哦，美凤今麦你这个新的德当教练吼，要来介绍这个。芥菜达人，其实呢，咱这芥菜可以衍生非常多非常多的这类料理哦。我们请到这位是芥菜达人吴秀全先生，你好，美凤姐你好。哇，你这种这个芥菜这么大长，你安尼足厉害呢。咱若讲吼，真侪，比如讲雪里红啦，吼，客家的泡菜啦，吼，还有这个梅干菜、酸菜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做成的。对，其实都是这个芥菜去做的。你没说我没啥了解，我一直很怀疑，我说不就是灯泥菜、灯泥菜吗？怎么会那个泡菜就是福菜啊，或者是酸菜也是这个？哇啊，这我有些没讲哈。其实这个芥菜跟包心芥菜，它都可以做成酸菜。好，因为。在我们全球来讲，蔬菜的种类那么多，只有唯一芥菜的品种，才可以做出这个天然的酸味这样。咱这要提上来，咱是买洗吼，先该用盐来采一采，还是安怎做？我们是从田里面先把这个芥菜砍下来，是放在田间那个溪上面，给太阳的阳光。先给它萎凋，先晒一晒，晒它会嫩啊呢。嗯，咱洗尾先，这个先卖色，先切切，先卖迄落啊，先会泡，它会小嫩啊呢。卖哈切，咱洗尾先，加袂断去啊呢。哦，油啊加袂断去啊呢。哦，是。那断来断来先，因为它的柔软度还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回来的时候用这个大桶里面泡。加盐给它，盐水给它浸泡，让它更一个晚上，给它脱水脱色，给它更软。来第二天我们采的时候，才可以采得比较软这样。再来采，比较不会破坏它这样。好的，真的很重，我得把那个扣掉，真的很重。不过这个芥菜很特别，它大概是20天之后呢，用盐来处理的就变酸菜。那如果再经过2-3天一些太阳的处理吗？对，太阳的。曝晒，曝晒又变成那个福菜，对对对对，然后再经过几礼拜左右，它又变成梅干菜。对，梅干菜是要水分完全干这样，才不会坏掉。对，其实它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加盐而已嘛。对，只有加盐巴而已。好，那重点就是在很多都需要人力，你知道吗？所以碧红啊，今天也要来参与一下，咱来制作这个咱这个芥菜变成酸菜这个过程哈，你来跟我教一下，好，咱全国朋友大家小了解一下哈。当然，我配备已经拢穿好啊，咱两个鞋嘛拢穿好啊哈。嘿，要去打黑，我另外鞋啊才会使去就去打，对不？对对对。好的，好，行，咱来去处理。那我们就一起来体验吧。好的，哈哈，米鸿姐啊，你真的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呢，连防寒鞋都穿好喽。现在就进到这个比人还要高的酸菜桶里，
就可以开始来采酸菜喽。这个就是焖起来，你看哦，放在迄个田花遐已经晒一天啊啦。嘿，好，晒一天啊，咱再来打对不？打啊，打你怎啊？有浸盐水，你有浸盐水啊啦？泡泡过诶。好，你有浸盐水啊？好，浸过了后，一天了后，咱即马就要来打嘛。嘿，这打有啥物秘诀不？上主要是讲即个肉有啊。不要把它踩烂掉，不要踩烂掉。对，所以说我们踩的时候，用脚步像跳舞一样，脚步的移动，身体的重量这样，把它左脚右脚这样一直换，这样一直踩这样。哦。哎，不用说很用力，这样不用这样。不用不用不用。因为这样会把它的这个破坏掉，这样。是，好，那现在就那个。秀强啊，你一定很会跳舞啊，对不对？看你没事就这样踩，好啦，那我们来加点音乐就可以跳舞啦。预备起，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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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咱的米红鸡啊，踩酸菜啊，果然是优雅又动人啊，居然还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起舞呢。哦，我想哦，这个底下被他踩到的酸菜呀，应该也一样很开心的吧。另外呢，也让我来特别解释一下啦，为什么酸菜要用脚踩？其实啊，这是制作酸菜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啦，就是必须要把芥菜内的苦涩味给释放出来。如果是用手压，不但不够力，而且一颗一颗做哦，处理的时间也相对变长。但是如果用脚踩呢，就比较轻松，而且处理起来也比较快哦。其实哦，这个天气较寒，你打打打打，还蛮运动一下也蛮好的，蛮不错的哈，会暖和起来哈。嗯。啊，这爱打瓦固加剩加就 OK。你踩这个，你就看起来就跟我们那个茶叶，我们把它手这样揉揉过的时候，那个叶子它会变成像这样。像这样嘿，比较渗透一点的话，对对对，嘿，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其实在这边踩吼，安尼打吼，还可以闻到那个以这个采这个味，那个芥菜的味道，芥菜的味道。其实这芥菜新鲜的话，切一切来炒菜也很好吃，炒姜丝也就很好吃了。啊，那安尼打吼，打好了，伊爱放外久，再过这个时阵过来就爱洗啊嘛。这个采好的时候就要拿去外面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因为它有虫啊，有灰尘，有泥土那些，要把它洗干净。都是用人工哦。对，都是这个都是要用人工这样。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啦啦啦啦啦啦。你在跳恰恰哦。恰恰。李宏基啊，我想这个吴秀前大哥啊，制作酸菜已经有19年的经验。不过今天啦，你脚下的这一桶酸菜一定会是最好吃的一桶啦。好啦，这个踩的也差不多了，那就接着下一个步骤吧。天气很冷，但是很奇怪，我摸这个水，还觉得水比较温暖呢。好，现在可准备来塞这个刚刚我们采过的这个芥菜。好，头家，今麦就摕来安尼个洗。啊，有啥物爱注意的所在？洗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这个叶子一片一片里面的泥土啊、灰尘啊，还有那个虫啊，把它洗干净来这样。好。就这样把它摇一摇，这样拨开来，这样摇一摇，这样嘿。啊，这个水还算温暖。哎，是井水。井水哦。对呀，但是井水啊，真的还是很温暖。不会说很冷啊？不会，不会，不会。没想到这个鞋子还真的很保暖呢，然后又防水。那不用不用这样，就直接丢进去就可以了。这个洗完之后呢？哎，炒沙吗？不用，不用，不用。洗完之后就马上要腌起来了。这第一开始啊，都讲过了啦。吴秀前大哥的农园呐，是不使用除草剂的，所以啊，菜难免会有虫子来咬。而现在这个动作呢，就可以把虫子、泥沙等等脏东西给清洗干净，这样大家吃起来呀，才会安心哦。洗完之后呢，
它就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盐而已，对不对？对对，只有加盐。对啊，而且好像铺上一层，我们就撒一层的盐嘛。对对。好，那现在已经这一层已经好了，上面铺盐了，今嘛搁个空一层。好，难度啊，迄落诶，洗好以后。好。但是呢，这一单拉肯无要紧，好，来咱拉肯。好，这重点就是讲吼，这有大细长啦，吼。啊，咱今麦放盐的时阵，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技术啦。啊，这就是那种功夫，你知无？唔是讲吼盐下济对安怎啊？比例也很重要，对不对？对呀。对呀，你看。他就这样笑笑而已，其实他不再多说了。那个是闭关，那个是经验。哎呦，为什么这个你就放一点盐？因为那个特别大，还是特别什么？因为它比较大体，比较厚。对，你这个盐巴它渗透不进去。进去，你看这个原理，我们是从我们假如我们洗衣服的时候，我们一桶的衣服，你把水倒满。外面已经都是，但是中间的衣服还干干的，因为它就是渗透不进去。这时候你外面撒再多的盐，外面没有坏掉，里面已经坏掉，暖起来。所以来宾爱对啊，这个是对这原理对家的，哇，好用心哦，难怪你做的这个哈，不管是酸菜啦、梅干菜都是这么的好吃。好，那这样盐黑了料，然后呢，那个爱盖扛起来吗？对，等一下我们要上面盖一层那个泥沙哦，盖房子那个刷啊，我你去坑盐没啊？搁坑刷？你去盐坑好时候呢？嘿，哎，完还要我们就把那个水加好，这样水，我们加的水是要高于我们的菜，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好，那个泥巴放哪里？不是不是那个沙子泥沙啊，不是。哦，泥沙要放哪里？放在这上面，我们又铺那个塑胶布，这样嘿。嗯，哦，是在塑胶布上面了。对对对对，嗯，看你吓一跳啊！吓一跳！我说啊，泥沙在干，哦，不然那水盖叫清洁，原来是放在顶管。哦，可以的哈。可以，好，好，放的。这样我们就好，可以来撒盐了。撒盐，好，来，你帮忙撒一下。好的，有没有？技巧就平均就好了，凭感觉。哎，这样 OK 了哈。哎，可以可以。它都有嚼了，OK。而且尽量像这个它的头这边多一点，肉比较厚，盐巴要多一点这样。好，好，没问题。这个盐啊，均匀的撒好，接着啊，放入清水，让它与芥菜等高，就可以铺上第一层塑胶布，再放入有重量的沙子，这样就大功告成了。接着呢，交给时间去酝酿好吃又美味的酸菜喽。请看，当当当当，哇，俺家的好菜啊！秀琴，我说的好不好啊？好，对不对？对对，这就是讲的很标准。好菜就是酸菜，咸菜，咸菜是酸菜。对对对。然后呢，咱讲泡菜可以。福菜也就是普菜，就是客家的福菜，好，酸菜福菜，你看多漂亮！其实这些已经是成品了啦，也再来可以上市了，可以上市了。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注意到，比如说你的水，有些都是特别，你说有的紫外线杀菌，杀菌的一些水。然后呢，你看它这个桶子呢，也特别啊，离地呀、啊。它让它一个板子跟它有距离隔开，对不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小细节，但是就是很用心哈。我们就现在，因为现在食品东西，大家就尽量讲究卫生，这样对，就不要跟地面接触太近。好的，现在呢就是这样子把它包起来，但是它还需要真空包装。抽真空，真空包装要抽真空。哇，真材实料，好重，很重哎。是有五斤装这样，3000公克这样。那这个你建议大家怎么来使用它？没假选呢？哎，用热水穿烫吗？还是不用不用穿烫，你直接就用水冲洗一下，冲洗一下，不用泡，不用泡，哎，因为我们这个盐分不很高。好的，我们用水冲洗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就可以切来炒，炒啊，或者煮汤啊，都可以的。哦，好的，这样子呢，我们就来去吃一下酸菜大餐了。哇，今天这个酸菜的制作过程啊，一整个体验下来啊，真的能够感受到农民们的辛苦呢。不但要跟时间赛跑，
还要随时因应这个变化多端的气候。所以说啊，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如果有在市场看到美味的酸菜啊，就记得带个一颗，除了吃下去可以健胃整肠助消化之外，也是给农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哦。好的，我们刚刚做的那个芥菜，就是可以做成酸菜啊，然后来做这料理。我们请到的是曾义南师傅，你好，你好，嗨，跟咱分享，其实这是算讲客家料理最主要的元素，对吧？这是基本的客家料理。嘿呢，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风味。好，但是呢，有你的这个手艺之下，把它改变成有一些创意的料理，哈，这很特别，这个也很漂亮啊，真的。真的像艺术品一样，我刚中后塞真的都是很不容易的。今麦这行这单先来介绍，这是啥物？芝麻酸菜饼。哦，芝麻做的酸菜饼，那我就来尝尝看喽。好，这种还是秋老菜。哎，那是以酸菜为主要的 idea 下去改良的。本来以为它是甜的嘛，因为很多是芝麻豆沙啊什么。嗯。它不是，芝麻很香，里面料用了很多，然后酸菜其实它是淡淡的，越咬越有，可能要多咬几下那个酸的感觉才出来，然后芝麻配在一起，味道很香，啊，过熟，什么叫熟，很好吃，再吃一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行。那个是阿婆的私房菜。阿婆的私房菜，这是用什么味？就是以前，古早人就要拍柴鱼片的。这是柴鱼炒什么？姜丝啊，酸菜。哦，还有酸菜。那算私房菜的料。私房菜真的很少看到呢。柴鱼酸菜炒肉啦，或者什么哦，炒柴鱼哦。好几瓣呢，这是柴鱼，好好吃呢。生的柴鱼，就是还没砍瘦过的。所以味道是又不一样哦。就是以前比较阿婆那些比较刻苦耐劳，吃吃之后，那个唾液呢，就是有一点那个。酸酸的，有一点点酸菜的尾韵。炒这柴鱼还不错吃哎。哦，碧红记啊，听你这样形容哦，人家的口水啊都快流下来了啦。这道酸菜炒柴鱼，来对生柴鱼啊，拥有丰富的钙质，姜丝呢则可以暖身，酸菜则是扮演调和所有味道的重要功臣。一入口后啊，咸味、香味、酸味，样样俱全，着实是个配饭的好菜呀！哦，强强棍，香门这是下面，我们可以先把它关火了吗？这是我们的招牌。招牌，这是酸菜全鸭。哦，我酸菜加肉的话是味道很好，它这里加鸭肉。加两只脚的、四只脚的都好，都很赞啊！中间这个就是那个酸菜，酸菜，好，还加一点枸杞耶。那我们现在就来尝尝看喽，好好喝哦，这很好喝，很香，很香，肉跟那个酸菜就是非常的哈，那不油腻，不会油，对，哇，这个好喝。这直接就有酸的感觉，光是只有酸。就口感就会不够丰富，你如果加一点那个肉的那种香气的，就是口感就很丰富了，感觉就不一样。加上这个肉香味，然后再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挂包，哇，这个是菜饭，台湾的，这是台湾的汉堡，从南到北都有。对，我先来吃一下中间的。梅干菜，这个就是也是用这个下去做哈，做咖啡啊又变成这样了。哦，配白饭也很赞呢。这个可以吃好几碗。哦，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啊？爱先把落去白白的啊，然后梅干菜黑黑哇，黑梅干菜就叫落去啊，再黑倒。梅干菜也要另外炒啊，炒过再两个再去，再去喝。然后再来放酱油。好。
是不是？你看薄你冇会讲，好好吃哦。哎呀，这个大厨想要偷看薄，被美凤姐给抓包了吼。啊，不过也是啦，这个在家自己煮啊，也是要费力的，不如上官制让大厨来帮你服务，吃起来更是爽快呀。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比如说咱对这芥菜哈，出来了后呢，啊，咱就对变个酸菜啦，是福菜啦，然后呢，啊，我们在这个看他们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体会到客家朋友他们真的是非常勤俭刻苦耐劳，然后一样的东西他可以做不同的变化，也感谢他们这样的用心，有这样的变化让我们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料理。那当然也是谢谢我们大师为我们做这么不同的这个手艺表现。那这员工起来，我们今天吃的完整真的是架杠的这个客家本色，太棒了，非常谢谢，好吃，谢谢你，谢谢。一个芥菜中变化这么多的美味哦，我想啊，这不只代表客家农民的勤俭持家，更代表着台湾人努力打拼刻苦的精神。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下回你若吃到酸菜还是梅干菜等相关产品，一定要感念农民的辛苦哦。而且啊，搞不好你有机会吃到美凤里遐宝贝堆不起，打到那条不？那个芥菜，好，各位朋友，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哦。还记得哦，咱每礼拜到拜五中到12:30到1:00准时收看《民视美凤有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君带 Scampan 美凤有约。